来新竹怎么能不一定要到城隍庙，对不对？到城隍庙呢，就是要祈求我们录影顺利，对，节目呢可以收视长虹，15、20年、30年、40年，因为我们都是来这个庙前面的找东西吃啊，但是要来拜一下，哎呦，市长哎。对，那即将呢，我们在国历8月15号的时候，也是农历6月29号，会开始我们的这个中原城隍祭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。嗯，所以我们市政府跟城隍庙，我们会一起来举办这个活动。那我来考一下好了，之前好像听说孟哲有参加过，对，我们中原城隍祭。对，我这个我去年有跟黄登辉一起来，那时候也有访问这个总干事。是你讲得出来有哪些主题吗？主题。哇！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夯家的活动，夯家节。对，夯家节那个活动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一到的时候，看到所有人就是脖子上挂了那个这个是吧？家，对，夯家，才知道说牙给的由来。嗯，哦，你讲叫牙给啊？对，牙给这句话的由来是从这里的。常常真的就是跟这个一样。对啊，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牙给的意思就是扛着你的罪恶，自己的罪恶能够请城隍爷帮我。脱掉，洗净罪恶。所以呢，每次到这个夯家节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超过1000人会来到我们的城隍庙，跟着城隍爷一起祈福，希望把身上的罪恶给卸下来。那刚刚讲的这是第三个主题，我们第一个主题呢是我们的福门大开。那福门大开呢，这个福门呢，其实就是我们新竹都城隍庙的三川殿的福门。福门大开的意思就是，其实我们就是城隍爷平常延伸看管的这些我们的无形的力量呢，就会在这一天福门大开之后，他们会出来放假一个月。那所以呢，在这个福门大开的时候，通常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仪式。而在城隍庙呢，我们就是让大家一起来看，所以呢，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的仪式。了解。对，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的夯家节恶。那第三个活动呢，是我们的茶叶暗访。城隍爷呢，最后他要绕境出巡的时候，已经是在白天的时候，所以呢，他就会派他的大少爷、二少爷呢，在前面的时候呢，先来茶叶暗访，在晚上的时候出去呢，先帮他巡巡看，这个境内是否一切都安好。那才能够让城隍爷呢，在7月15号农历的时候，能够顺利的来绕境政府。听懂了。对，那大少爷、二少爷出门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先在这边领旨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少爷、二少爷没有官职啊，没有官职，他能够代表城隍爷，就是由城隍爷给他的指令。他有拿到指令，然后就出去，等到全部都结束回来，要再缴旨。国历8月15号到8月30号，我们的2023竹堑中原城隍祭，城隍出巡与神同行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四大主题的活动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然后也谢谢市长这么热情的一个活动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已经帮大家祈求完平安了。我们祈求呢，私生子呢可以被找到。所以现在我们坐一排要做什么？你要玩游戏，要使用到这个东西。这个就是刚刚市长讲的那个夯家三角锥，还有你家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夯家，这个是每一年这个城隍庙这边呢，到农历七月的时候会有一个特有的活动，所以我们这样子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罪就对了。对，那我们是那现在就是轮流一个一个讲出自己的错在哪里。我的罪，没有罪，没有罪啊，要讲一个，一定要讲一个，要讲一个。我罪，今天喝太多，不应该多喝那一杯。那这样啦，从我这边讲过去，讲完再带啦。我的罪就是太长了。我的遛狗次数实在是太频繁了。我的罪是我的智商呢太高人，所以很多人都不懂我的逻辑跟我的聪明。你就是变相称赞，你变相称赞，然后还酸了所有的路人。你的罪我帮你讲好不好？我理解能力很差，从早餐吃到宵夜，没有一餐没有不吃的，还有下午的零食，还有饮料。第一，我很贪吃，跟理解能力很差，可以吧？你真的很贪吃。好，维尼。我的罪，我想一想，我觉得。太爱喝美酒，你们拍戏要喝美酒啊？没有，他都在保温瓶里啦。没有啦，我的罪是，我觉得我实在是一个太 man 的女人。
蛮真诚的，蛮真诚的。刚刚上一关被当男生用，私生子来私生子。哦，我的罪不用说了，我的罪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相信我呢？你太拙劣了，这是我的罪。我的罪就是刚开路没多久就骂脏话。有吗？好，那我的罪呢？我刚刚想了很久，我真的想不到。那我一想到一个，就是我的罪就是五五六六里面最帅的，太帅，很困扰，好困扰。好了好了，认同。让你的，认同啊，认同。我觉得我是没有罪的，因为我真的长得太可爱了，毕竟可爱无罪。你们聊的是什么？然后你们要跟我说罪就是太漂亮了。不是，我就是实在是迷人又危险到主谋对我欲罢不能的罪。这什么脸？哎，他出现这个脸，表示他开始对你腻了。哎，腻人。哎，这感情来得也太龙卷风了吧？太过分了。好了，那我的罪呢？就是呢。每次呢都要在街游戏配合主谋犯罪，让我家族蒙羞。现在要九位孩子要进行任务，是 OK。然后柯爸爸要判断孩子的表现，并且进行原谅。但是三位私生子在游戏当中其实还在说谎 ，OK。因为他们不清楚任务是什么。爸爸要在观察后三回合嘛，各选出一位。两位，总共五位想要原谅的孩子，然后我们就会公布他的身份。好，如果最终不被原谅的四个孩子当中，有包含三位私生子的话，对，就是爸爸跟其他六位亲生孩子获胜，七个获胜。OK， 反过来就是三位私生子获胜，获胜的可以直接共享前三关累积的8000元。等一下会用LINE传题目给你们。好，好。来，我现在在等题目，随时会进，随时会进。好，那就是自己看自己的哈。反正我只要说请表演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谁开始先表演？那是爸爸决定从谁开始。当然。我跟你讲，当那个人在做这件事情，又不像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一定是警察。警察，就是我的兄弟。来，你先表演。完了，第一个。有台词的吗？不然我们都会变默契。哎，有台词，等一下。什么？台词啊！OK， 谁是你兄弟？被我抢走，你很容易受到惊
下，好 ，OK， 好，这个头，竟然还有，嗯，哇，哎呦，我靠，你不要差点真的撞到头哎。演得很彻底，演得很彻底，戏剧课演得很彻底，这个只有在中部有，你们都太棒，我只能说我的直觉是错的，所以我现在原谅了，对不对？这一轮，对啊，这一轮最神奇的真的就是对你的第一首，对，你的怀疑的居然是原谅我，所以你看你前面做多失败，来吧，现在要先公布，你选科管理法。那就是如果我一选到是师生子，这游戏也结束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哦，那他不可能会知道吧？所以科管林是亲生的孩子，请加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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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我们其实对加赖，你跟你们的名字是一样，对。女儿大人加个赖，我从头到尾都很弱。哎，你到底为什么前面可以让所有人都觉得对呀，很拙劣？我们以为你是大又从鸟巢就开始啊，对呀，要做鸟巢鬼，对，然后又流那么多汗，球一直掉，让我们转圈圈。风筝来看错，对，风筝还跑来是他的球，我真的错，真的错。结果你说你会很认真的，我看起来都很不认真。所以他真的是老实人，真的，他是老实人。那他的这个牙，因为他外表帅，就觉得他不老实。他的牙给可以拿下来，他可以原谅了，他是可以的。OK， 好，你的最实实。好，来，第二题要挑两个。第二题，来。计算了吗？我去洗澡。好了吗？从哪一个开始？韦霆啊，黄韦霆先。这关系到绘画能力。对。哎，会不会会不会其实他其实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但是他的绘画能力太差。也有可能。我们可以不要画，我们直接写嘛，不然人家就说你这个画的不是哦。抽象画。好了。来，我怎么画的都顶东部，你画的很心机啊，顶东部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说你给我顶东部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海豚。对，我画很好啦，就是画啊，大家才会猜那是什么东西啊。不要写，不要写。OK。那可是他要讲是什么才好？我觉得我可能先画了，因为你的很少了，因为我想的这个不到别人跟我一样。应该是叫蓝鲸吧？那你应该叫蓝鲸，对对对，抹香鲸，抹香鲸，蓝鲸，抹香鲸，抹香鲸啊，抹香鲸，不是抹香鲸，抹香鲸啊，抹香鲸。哈哈，你把我要画掉的话掉了，嘿嘿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我已经知道我要画的就是，那我画的就跟他是一样，想不出来就没有了。水母，哎呦，那把你画掉了。那换我，那我又哦，是哈密瓜，是哪一种？有很多，还是海胆？河豚，河豚，河豚还是海胆？海胆，哇，海胆，哇靠！找到了，我尽力了，不会超海马，海马，海马，海马。哇，很棒哎！美人鱼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美人鱼，女鬼哦，女鬼，我是苏拉吧？我不相信，水鬼来了，水鬼来了。没有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原谅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你觉得你蛮确定，百分之百确定，我蛮确定的两个，我一定不是。你要百分之百的。因为你第一个找他，他是官可以选两个，什么东西？哦，可以选两个，难度变高，难度变高，不能让我再选，可以再选一个。你怀疑我，我是不是把这些搞砸了？因为你画水鬼啊，你那个真的很最后一棒也真是把地玩，最后一棒真的很惨哎，有点专业，这么夸鞋子，柯维霆的。甄选啊，爸爸，甄选啊。
他是你的。Oh my god， 爸爸！爸爸，你太单纯了。加个赖，加个赖，加个赖，加赖可以加赖，可以加个赖。因为这个第一个写的一定第一个都写得出来，对啊，对啊。柯协志，他的身世是，歌迷，他是你的。私生子，就是你，我来，你不是我的爸爸，靠，你也太好了，爸爸，那时候我要挑你的时候，我很犹豫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一直觉得，因为王宇杰太奇怪了，对，我就说我的逻辑没有人懂吧，他的行为很奇怪，而且那时候我把他调过来之后，我这边还是一个，但是我觉得我蛮庆幸的，因为真的是从头到尾你都没有怀疑过。对，因为主持人在这种游戏里面，我们还要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去分析，所以我们也蛮常容易被怀疑。那我可以另外猜两个吗？我觉得豆花妹应该是私生子。爸爸，你有罪，爸爸，你太严苛，你就是不会看人。今天的雨杰吗？来，柯雨杰是亲生的。哦、yeah ，还有谁是亲生的？哎、欸，你可以弄到，他都不怀疑你。好了，那豆花妹看，你被拆穿了嘛？豆花妹，好来来来，你也是亲生的。哇，柯花花，不就是王仁甫有问题吗？我不要认这个爸爸。柯花花是亲生的。对啊，爸妈不会看人的。然后小鱼应该也是，难怪那么多老婆。陈宇应该也是，陈宇啊。陈玉也是亲生的，你怎么判断？因为是亲生的，因为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，因为他们两个换过来的时候，其实我根本那两个都没有的。哦，那就完全没有。OK， 哦，没错，他是你亲生的。好了，梦哲不是啦，啊，梦哲不是，梦哲不是啊。傻眼，梦哲有没错，没在推耶。爸爸，他跟我，我们在这边，我们里面有两个。所以他一定是啊，四个里面有两个，没事，他是你的私生子哎，其实我是私生子没错。如果挑孟哲跟仁甫跟那个鞋子比较容易赢，可是孟哲已经在了，对呀、啊。那你没有假设，假设你输了，我们赢了。假设你输了，你还是得到一模一样的答案，就是我会赢的。我没有想过输诶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组在一起真的没有一定会赢，真的吗？我们三个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胜率偏低，因为看我们很怪，三个只要凑在一起很少赢。没有，不是因为我这个是有盲点，因为他是我儿子从小的偶像，所以我就一定你就不会怀疑，没有偶像滤镜，对，所以不好意思，我们三个就是私生子，坏，太厉害了，厉害哦，太厉害了，难呐、啊，很难呐、啊，超容易，而且刚刚那个游戏我超怕柯爸爸直接顶我们第一个，连我们第一个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啊，刚刚我们收讯息其实超彷徨的。我们第一个打开的时候，我一直想说，我到底有没有看错？因为他就写说，请表演使用点点点。我想我们吓到了，使用什么东西啊？但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输给一个人。我觉得管林哦，真的才是最厉害。他如何可以在一开始就让我们认为他是私生子到最后？而且老爸，我就是真正的相信他为真，而且每一关都像私生子。最可怕的是，老爸现在就算已经验出你的 DNA 是他亲生的，他还是怀疑，不相信，他还是怀疑。你为什么可以明明就帅帅的又这么壮，演那么烂？啊，没有，演得很好，演得很好，因为他演得太好了，所以我以为他是。不过竹园哥也不容易，对啦，真的很难猜，而且第一次来就这样的挑战，真的很烧脑哎，整天超烧脑的。有亲生的就可以加赖嘛，有，早就加好。然后获胜的8000元是三位师生之获得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OK， 来，请最后再宣传一下女儿大人加个赖。OK， 女儿大人加个赖，8月1日起，周一到周五。中视晚上8点，卫视中文台晚上10点，一定要收看，一定要收看。谢谢，我们谢谢今天所有的来宾，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，我们最有趣的饥饿游戏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你想跟我们一起反抗主魔吗？
想看更多不一样的饥饿吗？想看我们从主谋手中赢走更多的奖金吗？饥饿游戏 YouTube 会员来咯，加入会员支持饥饿，让我们打造出更棒的内容。